旅行台湾最惬意的方式莫过于搭乘火车，沿着铁轨行驶在台湾每个大大小小的车站，尤其带上一盒热腾腾香味四溢的铁路便当，在车厢上一边品尝一边欣赏窗外美景，更是一大享受。临近彰化社头火车站有一处福景食堂，店门口看起来就像是火车门，没仔细注意的话还以为是来到火车站了，其实这是铁道收藏达人陈昭强的铁路便当店，店内收藏着为数众多的铁道文物，其中一样镇店之宝就是客屯猪图面及早期的火车设计图，不仅如此还有提供怀旧铁路便当，希望游客在享受老板精心准备的美食之余，同时欣赏丰富且多元铁道文化与历史。